戒烟开放了以后，我就到中国去旅行了。第一年我不敢去，第二年我才去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为止，我一直向往共产主义。那同时呢，就是大家如果在我的确年轻的时候，小学五年级，我的思想就是共产思想。我看的是小说，看鲁迅、巴金、毛的、田汉那些著作，尤其在鲁迅特别崇拜，你到后来就看受老师的影响，看一些那个辩证法唯物论，跟那个马克思主义的书。所以五年级的时候，我的思想已经是作型。那时候我看到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是救我们的中国，因为那时候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。所谓半封建，就是大地主专门欺侮田农，付不出税，付不出租金的话，把牛抓起来杀掉。牛是农夫的生产工具，他不管，甚至于大的那个富农啊，家里有三个到五个的自卫队，带有步枪，有拘留所，可以把牵出的人抓起来关起来，或者把牵出的女儿抓来做丫头。所以那个时候是有一点争议，有一点良知的话，我想大部分都是反对。这是半封建的。那半帝国主义呢？蒋介石一直参取不提纲主义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，东北军有坚强的武装，可是东北军的话，跟日本抗战的时候，蒋介石下命令撤退，恭恭敬敬的把我们东北大好河山送给日本鬼子。所以现在简单讲起来，就是说您当初对于共产党的热情，现在的感觉是这样子。那我怎么样转变呢？因为到1987年为止，我一直还是思想共产党。我晚上就看那什么，晚上就受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我是忘不了中国共产党，直到1987年为止。那这里讲三番五番吃香，怎么苦，我认为这是共产党，这是国民党的好小。可是我八八年回到中国去一看，真的是使我中国的心冷掉了。他们里边腐败贪污什么都有，那我第一次还不相信，经过每年去一次，去到六次，大概到1989年到1993年为止吧，我去好几次，我就投弃他，因为他根本不是实现社会主义，他比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，贫富的差距比以前更距离更远，因此我投弃他，我想。我应该是台湾才是我养我的地方，我应该认同台湾，因此我就为台湾独立建国的事业，我去发表。但是我有一个宗旨，我的宗旨是什么？因为我自己从小涉学，没有到学校，高升的大学中学都没有进去。所以我的志气是志穷，我的名字是志穷，就是我自己取的。我的志向是群众，不是领导，也不是干部。所以我这就一直，不管是在美国也好，在这里也好，有什么活动我就参与，不是盲从，我是很理智的参与。因为我很清醒，我的生命没有风险的。又是那个好多我们的同学啊。比我更学分更好，都为了革命牺牲掉了，可是我好不容易有这样的幸福，而且有在台湾64年在台湾，1947年到现在就在台湾，台湾养我，台湾帮助我，我是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变成现在什么都有。不是骄傲的话，说什么都有，我无忧无虑，生活无忧无虑，我也感恩。
对，我已经快不到九十岁了，人生没有几年，所以我想有生之年我留下个教训给大家的批评指教，这是我的目的。谢谢。那你觉得在台湾真的找寻到真正的自由了吗？对呀，对呀，你看你我们这电视里会骂总统啊，马英九每天受人家的批评啊，以前的人还了得，命都没有了。而且我曾经遭遇过白色恐怖，白色恐怖，我是曾经坐过牢，在那个时候是保安司令部，现在警那个后来改警备司令部，就是保安司令部，保安司令部的看守所，跟新店金融监狱一共关九十天，结果我因为咬紧牙关不承认，终身报了一点命不保住了，保住可是我整个家里面这个经济情况整个破产了，可是从一无所有开始慢慢。在台湾的话，最后我们努力，不怕没有出人头地。那对台湾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吗？我期许就是我们台湾人有决心，我们有决心，真的，台湾人是主人的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不是我们说外省人的台湾，这一定要想。你看，都通信反对台湾独立建国的那些。大的高级分子都是台湾人，都是网络人，客家人，这一点我们要反省。我不是说种族主义，我们讲真理，对不对？应该由大部分的台湾人来决定。所以明年的投票看看台湾人到底怎么样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决心，到底我应该做台湾人还是做中华民国？中华民国是虚无的。在国际上已经没有这个名称了，我的看法是这样。所以在社会上有人会认为你是老挝，是外省人，不属于台湾。没有没有没有歧视我，我这一生里面在台湾慢慢爬起来，都是台湾人帮助我，不是台湾人帮助我，我自己做。本来吃头路，了后我自己做头尾，做头尾本钱不是台湾人救我，所以不要分，因为人是一样的。不管黑人、白人、黄人，对不对？我生五个，我对我的小孩讲，生第三代讲，你们恋爱自由的啊，你们嫁黑人，我也没话讲，都是人嘛，对不对？他皮肤黑而已啊，他思想进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的看法是这样，你这样子才是所谓世界大同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张菲菲，谢谢罗丽露所讲的，不会。